Hello， 查米，红爷，李子，早安，早安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寻找我们查米的第一支肝。我的肝，我的肝在这边啦。我的喉肝，那这边的话很特别吧？就是听说还有规划区，是不是？哦，对啊，会有源头区、铁板区、基调区、管制区。今天一大早吃木瓜。对。那这边除了我的肝还有什么？各种肝，耳烧肝、虎头肝，然后好多、哦、上次来还有看到超大透抽，哇哇，来追我铁板，超奇怪，会追铁板哎，然后就让我们来 ，Let's go。这次又是吃了一个是正母光，天还没亮就已经到了。还体会到一点点的半夜钓鱼的感觉，像那个刺龟啊，我觉得其实好像没有必要。虽然刺龟大家没有很喜欢，我知道好像也是生命。哎，不是吧？那也不是说很怪的一种。对，它不怪。哎，对，它是台湾原生种，可爱的长刺龟。是哦，它是台湾原生种。没有啦，也不是台湾原生种，它到处都有。对，到处都有。日本也有。那个海应该没有所谓的原生种啊。因为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短刺的，短刺那种就有，哦，那就有毒啊，啊，你不要吃它就没事了，你不要没事就吃它就好了。你知道这个日文叫什么？气鬼，哈利森本，哈利森本，哈利森本就是刺鬼，就是对，它就是哈利就是刺，它针，然后千本就是有一千根啊，记得哦，说谎的人会吞一千根针哦。这样，够啊够！这样，哦，来喽，大家出去了吗？过来，过来一点，没有，好，起来，哇，剩下一半，剩一半，哇，恭喜啊！你的肝肝出现了，我的肝，哇，出现了，拿香红肝，哇。感觉如何？感觉我的肝复活了，不干是不是？对，真的拉的蛮爽，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冲得很开心。今天11月1号嘛，对，中了你人生第一只。对，谢谢那个龙眼跟栗子大来体验这一个，对，太有趣了。但也挑战第二次，很顺利的就得到了，对，好开心哦，恭喜啦，钓鱼吧，发现一个超好玩的东西，好可爱。它这个是因为有毒，所以就是不吃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叫做 Panda Queen。然后他们在宰的时候，要抬啦，要抬一斤，那给你嘛好好吃啊。啊，若不要抬，吃会痛到死。会死哦，那就死。哦，可怕呢。它这边就是我们请小龙也放旁边好吃。好可爱哦。完全光滑。拜拜，给退。拜拜。也是等东，哦，它其实还蛮屌的。这就阿龟活动，头痛啊！那头痛那几根特别强。好刺啊！哇！就龟，我瞬间死起来了。他觉得龟，都龟。他一刀把它举起来，那我把它夹着，握力夹着拍的。了解，好可爱哦，好酷哦，是啊。
收音的，收音的，走了哦。他出来，出来，可是他太大只了。被抛开了，又又又，为什么？对啊，龙哥跟李子来带我体验我不在的时候的情况。不过今天不是这个情况，不是这个，不是，现在有点花。然后不过今天我们救了很多次，对。还遇到一个听说 gay 退哦，对啊 ，gay 退有会料理的朋友们吗？那下次的话，我们再体验什么？马家哦，对，也是龙哥要带我出去玩的地方。OK， 那今天就这样子喽。拜！有了有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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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哦哦哦哦哦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